Hello， 大家好 ，Aaron 喺度 for M X， 咁今日咧就介绍港铁嘅刊物，今次咧就介绍东铁线过海段嘅刊物啦，咁分别包括有红磡啦、会展同金钟。咁讲刊物之前咧，都想介绍下条东铁线先啦，咁啊讲讲条线点样画啦，大概系咁，咁而家咧就先介绍咗佢嗰个点画先吓。